小吉爷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温柔贤惠，怎么就是没脑子？我青岛大虾38块钱一只，你却豪气云天的买。我不管成功克服跑路了，你却毫无怨言的等。我代购说先交保证金才发货，你却毫不犹豫的交。我为了挣钱养你都得痨病了，你还一点网购安全意识都没有吗？我手指好看有什么卵用？按 Home 键解锁支付都分不清左右手。你觉得我新买的唇膏怎么样？快回答。完美。那我再买件衣服搭。去年买的不是还有吗？可我得了一种。真的。今年看去年的衣服，会丑哭的病。那你还买什么衣服啊？得买药啊。去把我购物车清了就原谅你。能不能给缓缓啊？我就是缓缓啊。请让我自由的狗。再见。什么明天？不在双十一购物才是真正的有钱，才是正确并优雅的炫富方式啊！可紫薇她就是不听。你疯了吗？被你动手的难道不是你吗？去年是你喊着控制不住自己的手，全国人民都已经看到了，就不要让紫薇背黑锅了好吗？有图有解宝，你要让我把视频放一遍吗？紫薇，你看到我的手了吗？他不听我的使唤，他想着取快递呀、啊！快去送了他吧。吴大人，您的快递都放门口了，您签收下。嘿嘿嘿嘿，我双十一买的，您双十二才给我送到，我要投诉，欺负我不在江浙沪啊！我怎么管不住这手啊？我怎么管不住这手？为什么我收到短信说信用卡透支了？你都买了什么？快说！啊，手机被黑了，钓鱼网站，我还不是为了给全家人过冬，趁双十一囤货。你想骗本宝宝？你们没学过数学吗？买300送300，等于不要钱；买300送100，就是赚100。我只是给您发家致富啊，老爷子。够了，爸，不要冲动嘛，打伤妈的手。我的秋裤谁来买啊？依萍，全家属你最勤俭，帮我好好教育他们。爸爸，别为难我，毕竟我刚给阿里投了30万。不要叫我爸爸，马云才是你爸爸。媚娘，能为你按下后门键的，不仅仅只有大黑牛，这也可 OK 的。陛下。媚娘岂是自私自利的女子？天已经开始变冷了，女生是时候给男朋友买一件新外套了。媚娘，朕爱你一辈子。而男生也是时候给女朋友买毛衣、秋衣、大风衣、胸罩、口罩、棉耳罩、筒袜、丝袜、连体袜、衬衫、毛衫、针织衫、绒鞋、皮鞋、休闲鞋、提包、挎包、单肩包、唇膏、手套、暖宝宝。狗贼！哎，大哥，我们逛街去吧。不去。那你双十一不买点东西？不买。那你手机借我，我想买。不借。哎呀，你不知道现在全网都打折吗？那买车能半价吗？买房能两折吗？买女朋友能免费吗？你是不是没钱啊？握手已是爽，俺们快递员可累得要进火葬场了。收件人呐，还得写都乱七八糟的，爬到人家家门口还要喊思聪太太，您的快递睡了王凯的姑娘在吗？真是不害臊啊。师傅，除了我们，某宝的工程师、程序员、美工小编也口吐鲜血，挣扎着扑腾在一线呐。你这是刚吃完土忘记洗头了吧？我见你根本不需要洗头。说的好有道理，单身狗的画风就该这样销魂。你准备抢购什么牌子的狗粮啊？哼，双十一我会去抢狗粮，老娘早备好了。今年吃个够，明年双十一就不需要了。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操，喜欢我？别人的追求者不是小鲜肉就是大土豪，我的居然是个表情包，哈哈哈哈，真好笑。这杠铃般的笑声。